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ber 刘逸云。来到今天，你的身份是什么？我是今天的赛事评论员。有做什么准备吗？今天特别准备的就是我今天的舞台叫 No More Sad Songs。定位一下自己的点评风格。我大部分就评论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多多了解那个 rapper 的想法，他是从什么角度想要表达这首歌。期待什么样的舞台？我希望今天能看到给我印象很深刻的舞台。为参赛 rapper 送上一下您的祝福。希望你们不会忘词，加油！本周六锁定爱奇艺自制随便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，巅峰赛事要你一起改造一下。有请特邀赛事组成员 Amber 刘逸云。我今天很期待很多的帅舞台，所有人加油！还有舞蹈，也太帅了！这已经不是帅哥说唱了，是 model 说唱。他们也是西装，到底是在比什么？你要做开心的小孩，未来的事别剧透。应当抵达，发现我们生来自由。原来流浪的不是我们，流浪的是地球。真的这句有点，我还没有看到那种的 impact。不是胃口大，不是唱不满，我们还是 hot。只有在咱们中国巅峰能看到这种结合，我跟你说。
落败的四支联盟，四位联盟发起人依次进行 solo 表演，票数最高的联盟发起人成功拯救联盟，整建制保留，而剩下的三个联盟将就地解散，全员淘汰待定。